人讲系关山西龙，本身系中国公主行业的来源地，因为受到疫情影响，其流土台湾继续做事，其用传统家乡卤咸汤的技术，同芥菜做成台湾人当好食的泡菜。食起来呢，溜溜的，肥蛋肥蛋，当好食了。一下就系关山镇农会新的电路。土鸡菜一杯拿铁，留下菜光的加盐，冰丝点做脱水。过年多过年多，冰丝特别做的酱汁。来自中国公主的关山西龙，做农以外，用头摆家乡麦叶做咸菜、泡菜经验，用了半年时间，吃了三四种不同品种的芥菜，卤的有瓦萨比或琼盐的泡菜，这些各位民众都吃到动体撇，完全改变了对芥菜的印象。吃到这样的口感，真的觉得好特殊，然后也一直有保留那个芥菜的香气，对瓦萨比的味道，哎，做了真好吃，真脆。上来上去啊，做咸菜、酸菜，就无嗰只芥菜味道，啊，那么啊做泡菜，就是话将加个原先自然的芥菜嘅嗰种芥末味啊，哈，即系话山芋的味道保留。听讲中国天气热气候嘅国和国后，有啲位工作人员为种萝卜的芥菜也着作物如来识格识。关山安东人开发展出绿萝卜的品质，也还有更专业开发出芥菜泡菜。关山镇农会做天数包装行销商家，啊，推广做关山新特色的炖卤。啊，本身芥菜呢有一个哪个一个使用的啊用途哦，做的带本身的农民较高的收入来。关山镇农会强调，芥菜泡菜是秋冬过后正为以为季节寒天的食品。一下还是做少量来卖，特殊的客家蜂蜜，然后啲外味天差甚唔多。客家新闻陈建明，台东报道。